刚才一看笑得非常开心，然后因为已经有知道大概就是有一些留学生会来接机，然后因为台湾是台风天嘛，然后就有点蛮激烈，然后就谢谢他们的等待，然后我们会加油，再加油。然后因为现在就伦敦天气比较变来变去，你们是在什么状态？比如说让自己是比较 OK 的状态这样吗？没有，就比较正常的准备，然后比赛自己会准备的东西都一律有准备的很齐全。就先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拿银牌了，就知道你们有没有稍微有啊，在台湾就是都每次看比赛看到半夜，然后也顺便调整情况。然后看到大家的表现都那么尽力，然后其实真的也激励了自己在比赛的当天，然后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全力以赴。这次不是带一些道具啊，就比如说电子袜或者装备部署的多带吗？没有，因为这次电子袜对是大会提供，所以就是正常装备，就是到不到带，然后就是不要有漏掉什么东西就好。那就许淑净，他说他这个他在夺牌之后，他在 Facebook 给你上有六个按赞，就是跟他就平常有互动吗？有啊有啊。他感觉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学妹，然后就会一直在有时候在重量训练室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注意他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会欺负特别的注意他。那这一次也在电视前面帮他加油，然后真的比赛都还足够，对啊，然后一直起鸡皮疙瘩。然后现在他拿到银牌，其实也减轻了我们不少的负担，就是我们跆拳道队。那所以我们只要全力以赴，那不管结果如何，我觉得全力以赴，然后好了，不然谢谢，加油加油，好，谢谢。